说要求合乎下列条件的抛物线方程式。第二小题他说焦点是四二，准线是 x 等于二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准线是 x 等于多少？它是一个牵直线，牵直线它准线这个牵直线垂直 x 轴，所以它的 x 是一次，所以它是 y 平方等于四 cx 的一个变形。好，那我们把图形稍微画一下，一个焦点是二，一个准线 x 等于二。好，画出来它应该是长这个样子，一个四二，然后 x 等于二，那它的对称轴应该是这个。好，对称轴当然这边 y 都要等于二，这个高度要一样，所以这个高度都是二，这个 x 都是二，所以这个点就是二二。那这个点跟焦点的中点就是顶点，所以相加除以二，二加四除以二是三，二加二除以二是二，所以这个顶点就是三二。那有顶点有焦点，它是在水平方向。哦，刚刚讲的就是说它 x 是一次，哦，水平的 x 就是一次，所以 y 平方应该等于多少？四 cx。然后顶点三二 ，hk 就是三二，哦 ，hk 是三二，然后顶点加上一个 c 位等于焦点，但是它是水平再加，所以是 x 加三加上多少等于四？四等于三加上多少？一。好，所以它的 c 就等于正一 ，c 就等于正一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带到刚才讲的 y 平方等于四 cx， 那你的顶点是三二，所以 hk 是三二，所以这个 x 要改成 x 减三。好 ，y 平方等于四 cx，x 要改成 x 减三 ，y 要改成 y 减二。好，所以 y 减二的平方等于四乘以 c 是一，再 x 减三，所以 y 平方 y 减二的平方等于四括 x 减三方程式。